阿霞，你那头有点太高了。旭日临窗花初放，小河尖尖心飞翔，舞台俊采少年郎，戏外妩媚女儿装。六月初，时下一日的当晚，月晕芬芳，又一朵越剧之花静静绽放。由南京市文联、南京市文化广播新闻出版局、南京市文化集团主办的南京市戏剧家协会、南京市越剧团有限公司承办的越韵春晓优秀青年越剧演员李小旭专场，作为金陵五月风第七届南京文学艺术节的一场重头戏，在南京紫金大戏院浓墨重彩的欢乐上演。小旭阿来呀！李小旭是个美丽又好记的名字，他是优秀B派小生，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毕春芳老师的关门弟子，曾经获得第二届粤女争锋小生组金奖、全国红梅奖戏曲大赛金奖。为戏而生的他仿佛是一个童话，在戏曲圈子里他一路成长，在恩师言传身教亲自帮带下，李小旭勤学苦练，不负众望，成长为南京市粤剧团的青年台柱子，刚刚主演了《玉堂春》《梁山伯与祝英台》《唐伯虎点秋香》等数部大戏，演绎出一个又一个经典，塑造出一个又一个性格迥异的艺术形象，成为越剧戏迷们关注和追捧的热点。这个举办越韵春晓这个个人折子戏专场，作为我们文化主管部门，我们主要是为了培养越剧新人，同时呢，我们在打造这个这个领军人物这方面呢，我们一直在努力。同时呢，对越剧团的这个越剧艺术的传承，我们也有这个一步一步的在次打算。第一出是什么戏呢？书房会。李小旭吸收了范派和引派的唱腔精华，昆剧和话剧的表演技巧融会贯通，自成一体。粤韵春晓专场表演了粤剧《沉香扇》、《卖油郎独占花魁》、《梁山伯与祝英台》、《玉堂春》、《唐伯虎点秋香》等 B 派经典名剧的五个折子戏，粤剧戏迷们大饱眼福，精彩的表演赢得了观众一次次热烈的掌声。近日，异彩绽放北京京剧院优秀青衣演员江一山荣膺梅花奖系列演出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市文联召开。江一山凭借精心的准备和出色的表现，获得了第2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在新闻发布会现场，江一山向恩师梅葆玖、薛亚平和严桂祥表达了感恩之情。获奖呢，我觉得是对我艺术上的一个肯定，也是给自己增加了大大的信心，但是获奖我觉得不是终点，而是一个起点。我希望呢，从今天开始，从零做起，一出一出踏实的演出，奉献给广大的戏迷。江一山不仅在艺术上精益求精，还一直非常热心于慈善事业。他曾举办慈善京剧演唱会，并将善款全部捐给北京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新闻发布会上，因为江一山的资助而逐步恢复听力的龙儿代表也来到了现场，向他献上了礼物和祝福。江一山汇报演出将于6月28日在长安大剧院演出，江一山为大家带来《望江亭》《诗文会》和《白蛇传》。获了奖过后，北京京剧院做了一个展演，我觉得特别好，所以我们就全力以赴的支持了。我希望他通过这个梅花奖，使他在艺术上更上一层楼。近日，由北京京剧院主办的《金声韵·王蓉蓉舞台生活30年》专场演出活动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拉开序幕。王蓉蓉为戏迷朋友们奉献上京剧《状元梅》，吸引大批戏迷到场观看。我这喜欢七八年了吧？我喜欢的什么地方呢？他这个彩票当中一个呱呱咔，其中那么几个
等刮刮卡买了拿回去我收起来我就不刮，为什么我一刮就怕毁坏了他们的形象，我心中的形象毁坏了。王蓉蓉，北京京剧院一团团长，龚青一，张君秋先生的弟子。王蓉蓉天赋嘉侯，是京剧界难得的金嗓子，她扮相端庄，表演细腻，具有张派大青衣的风范，曾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中国京剧节优秀表演奖、中国年度戏剧最佳表现女演员华鼎奖等多项殊荣，代表剧目有《状元梅》《玉堂春》等。此次金声韵王蓉蓉舞台生活30年专场演出活动，包括演出张派代表剧目《状元梅》，以及王蓉蓉领衔主演的京剧演唱会，是对王蓉蓉30年京剧表演历程的回顾和总结。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专场演出活动采用了商业化的运作模式。我们不设赠票，同时呢，通过我们的运作，将这个戏迷带到剧场。目前的票房呢，来说的话是非常好的。我们相信我们北京京剧院王蓉蓉老师，他自身的这个个人魅力，还有他的票房号召力，应该是可以达到的。初夏时节，阳光明媚，气候宜人，最适合人们外出郊游或进行各种文娱活动。前不久，记者来到京郊密云的文化活动中心，一台精彩的河北梆子寇准悲靴即将开锣。剧场外从四面八方赶来看戏的观众早早地等候在大门口。到底是什么剧团这么有号召力呢？请您跟随我们的镜头去一探究竟吧。在热闹的后台化妆间里，演员们已经在紧锣密鼓地做着演出前的准备工作了。今天来演出的是一个来自河北省保定市的民营剧团，保定市新华河北梆子剧团。我建团的时候啊，就当时那时候那个市场特别不景气，好多演员都流失了，有的改了行了，大部分。说起这个剧团还真不简单，剧团成立10多年来，不断吸收青年演员和优秀人才，发展到现在40多人行当齐全的演员队伍，从办团之初的一张桌二把椅，到拥有了专业的灯光舞美队伍，规模虽小却也五脏俱全。而这些年来带领大家努力奋斗的就是剧团的团长张国清。我这个团就是常年在外边演出，每年多达应该在600-700场吧，从正月初二，每年是正月初二开始上班，一直到演到腊月，几乎不停，每天平均2场。演出剧目现在能演40多场，40场不成，演20天那个大戏成不了。刘奶奶把脚挤地。一个小剧团能够拿得出40台剧目，一年600多场演出已经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了。不过张国清并没有满足于现状，他清楚地认识到，在文化体制改革的今天，文化产业发展之势迅猛无比，民营剧团要想在当下如此复杂的演出市场中生存并发展下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打造精品剧目，吸纳优秀人才，才是剧团持续发展的根本。从去年那个咱们新排这个南北河就开始有这个想法，打造精品，在一个那个各界的朋友吧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认识了那谁张老师，张四刚老师，他是北京市梆子团的一个国家一级演员，聘请他做我们团的领衔主演。张四刚，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演员，他虚心好学，博采众长，练就了吐字清晰、委婉中听的达字腔和潇洒自如的台步、水袖、然后的功法。尤其是能细致入微地刻画人物内心活动的冒翅功，更是令人叫绝。他在《寇准悲靴》中扮演寇准，形成了独特的表演风格。
这个对这个艺术特别执着，他现在还不断的在找老师，跟老师学，还都在别处学的东西，给我们的演员们传授，共同进步。从他来以后，确实这帮演员有很大的提高。我很幸运，为什么呢？演员需要好的平台，观众需要好的剧目、好的演员。通过张国清，观众认识了我，而且我又通过这个舞台认识了好多的戏迷、好多的观众，所以说我给他合作找对人了。袁志文，倍儿大大才，倍儿。有了优秀演员的倾情加盟，有了为艺术的不懈追求，新华和北方子剧团迸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在各界朋友的支持下，剧团加大投资，为改编传统剧目《南北河》制作了精美的服装道具，聘请专业老师为演员指导说戏。举全团之力精心打造《南北河》，使之成为叫座叫好的精品剧目。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并逐渐培养了许多忠实的戏迷朋友。我们那个戏迷们呢，也是来自四面八方。看这个剧团的演出啊，有好多年了，都是这出戏的这个艺术魅力的感染着我们。预祝这次演出成功，马爷。有一个梦想，就是说让老百姓看上好的剧目、好的戏，一直在努力。就有这个梦想，一直想把这个河北梆子、把这个家乡戏办好。不断的学习，在舞台实践中成长。不懈的追求，在稳步成长中发展。近年来，保定市新华河北梆子剧团以务实的办团理念，联合各界力量，脚踏实地地走上了一条发展之路。怀揣着为老百姓多演戏、演好戏的理想，前景一片光明。